妈，我给你买老眼膜。哦，爷爷给我买老眼膜，上哪天铺老眼膜任务嘞？这贵呀、啊，200元一袋，知道吗？哎，人家那老眼膜蒸的面仁好吃，对吧？我不会做，我会买。这样不会做嘞，俺全部都做嘞。咱家可以拉下面子，有。今天上我做个辣椒油，好。哎。先放上碎辣椒，辣椒面，芝麻，盐，加个食用油，搅拌一下。洋葱切一半，蒜切成片，姜也切成片，切成段，这个辣椒油做好了，有喜欢吃辣椒油的就按照这个方法做，闻着特别香。这一期到结束了。